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为新皈依者做皈依灌顶。圣尊莲生活佛加持大悲咒水即为佛像开光。大家起立做大礼拜。礼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嗡啊吽。二拜诸菩萨，嗡啊吽。三拜诸护法金刚，嗡啊吽。四平等于起手，同修会圆满即将结束了，非常感恩根本传承上师的大加持，感谢师母、诸位上师、教授师、法师同们善心大德，以及网络直播现场 观看的各界弘法人员的护持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网络直播到此结束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。 We now conclude this live broadcast. Thank you for viewing.